大家好，我是林莉 Celestia， 在我身旁的是 Dennis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每次看你有演出，你都给我很大的惊喜，因为你是台湾很演出星球2001年的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在上一次《训诫之爱之父子情》的时候，你也是演一个不是一个反派嘛？那这次也是对对。对，有什么感想呢？我一直都没有拿到那种主角的角色，对啊，就是蛮主的。算了，就是反派，就是可能，导演觉得我适合演比拉多这个角色了。比拉多角色是比较威猛，比较雄壮，所以在我的那个 stature 里面就已经是能够符合了，所以就叫我来演这个。所以比较多他其实是那个要杀耶稣的那个人物，那他在杀耶稣之前呢，他一直不断的挣扎，他一直不想杀，但是因为群众的暴乱，那种压力，他最后没办法，需要把耶稣在十字架上。对对对，刚好也是看到了，就觉得有哭吗？有，跟人家说我是偷偷的哭啊。对，因为那嘛，真的不该笑，没看到了。其实我在台上也是有点小哭，但是我觉得比拉多不应该哭，但是因为这种感觉来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就是流泪拥抱，有点害怕的感觉。对，是一个决定。对，他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犹太人的话，是的。万一他真的是的，那我就不会这样，我的地位也是不同。对。同意，这是你跟Apple 有点火花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跟他合作，如果跟美女在身旁，那感觉还非常的亲切。已经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演员，是的，他非常容易的合作，就是非常舒服的合作，是方面。还有什么下一个那种，我不知道。去年我跟你说，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。没有啦，我其实只是混的，但是可能就是广告，还有一些学生的films， 就是 short films。真的。Yeah， 还有主持，我在户外主持了。真的。哦，我知道。主持后还有教书，还有做什么呀？能者多劳，就是这样子。神的祝福。是的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期待你下一次的演出。谢谢。耶稣是谁？耶稣是谁？叫我从何说起？你是否？